想要守护阿姨，还想要再守护阿姨的女儿们，为什么不守护我呢？父母再婚，她们变成了姐妹。从小时候开始，我就喜欢允才哥了。我现在当成男人的，也只有哥而已。耀华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前辈，你算什么炫耀？这样毁了我的人生，你算什么？全部都要抢走，你算什么？9月3日晚间9点，未来戏剧台，黄色复仇草。